州的这个政府的一些领导一起沟通和交流。我们这次活动办得也非常的成功，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能够把硅谷这个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的资源和兰州的这个创新生态创新的这个城市的这个产业需求，能够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非常感谢中关村硅谷中心的罗总，也感谢咱们丁丁女士啊。我们呢兰州呢，我们可以说是漂洋过海啊，从黄河之滨来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在硅谷的中关村的创新中心设立兰州的硅谷创新站。这也是呢我们兰州啊，包括我们甘肃省更广的对外开放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举措。Welcome you an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presented. You know, we call Santa Clara right here in also here in the Silicon Valley. We are the center of what's possible.代表美国加州共和党的副主席的身份来这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城市 Santa Clara。 我就住在 Santa Clara。 It's amazing when these companies come over and they collaborate with the companies that are here, and having an innovation center from Lanzhou。 当时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千人的规模，然后有各族裔的文化表演，同时有一些科技公司的参与，大家呢做个展示，在旁边的这个摊位上做个展示，所以吃呢是可以带出很多主题、很多文化的，这就是当时我们在做的一个现象。